今天不是七夕节嘛，然后就一直想带你来做一个这种手工，做一个定情信物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做戒指的地方，应该就是这家吧。看来，怎么样？没有忘吧？像你说的那个花，荔枝玫瑰。走。怎么？我又穿粉的，你又穿蓝的？自古红蓝不是一拼。这个戒指的圈号，你们可以再量一下，然后可以看看别的手指的号，以后买戒指也比较方便。来吧，量一量。未雨绸缪啊！应该是右手吧，右手戴吧。手这么小。你看看图案，帮你找一下那个。你什么呢？咱家的名字，我写你，你写我的。就是 HCC 吗？对，后面写就是那个，0601，就咱们在一起的那个日子。你就写601吧，小屋。601。啊。那么多人吗？我们确认一下，那一圈就是星座加生日，对，然后外圈就是名字加一个爱心加601。对 ，OK。来吧。他在哪？各自忙碌了。学大学那个，从现在开始5分钟，谁也不要理谁。小心点，别砸到手了。可以吗？哎呦！不要砸到我手了！啊，不会吧？就这么好？小心点！我知道。我还差一个6。我要赶在你前面了。等等我。等等你。可以吧？啊，挺好了。咋了？是我的，没事，这样挺好。没事，平时我都就这样看的嘛。有道理。你是这样看的，是这样看的。我手指这么粗的吗？哎，老师，这个怎么闭不了口啊？我们这个。我要先帮你们焊接一下，然后一会儿你再打磨。好嘞。好，我先给你们焊接啊。为什么你想带我来这儿呢？因为我觉得咱们一起做一些手工，或者说做一些咱们属于对方的东西，就是比如说在生气啊、吵架的时候，再看着就不会生气了。有用吗？有用啊。那肯定有用啊。You used to hold my secrets in when we first began.
那我们等待的这个时间可以试一下画这个皮具的小牌牌，这些全部都是很有寓意的，比较好，然后可以挑一下。这个可以挂包上。立马把那个桃花朵朵开丢。有点像桃花朵朵开的。大吉。我觉得这个大吉，这是大利。这个，哎，草莓。我这两个都可以。你画这个，我画这个。这不四川的那个麻将。麻将。要展现我的绘画功底了。你有吗？我没有。我还有一点。怎么感觉你画的比我好呢？因为我有参考，你是发挥你的创意啊。我怎么感觉你在隐隐的跟我攀比？攀比什么？攀比谁画的更好？你觉得好看吗？你觉得好看吗？我觉得挺好看的，你主要是没有眼睛。你想想，你自己笑了，就很有个性吗？尊重个性，感觉好对不起的，感觉好对不起的。你的脸都被你撕裂了。我实在受不了，我受不了。这样子他还能保护你吗？那当然了，他不是保护你的吗？这个不是我的吗？这个是你的呀。一定要带药，明天。可以拒绝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拒绝我。感觉你不可以拒绝我。不可以拒绝我。不可以拒绝我。给你学会了。特别好。我看看怎么想到这么画的，有没有其他寓意吗？这个就是一个传统的吉祥物。貔貅。嗯。这个呢？对啊，就是雷震子。就是这个配色呀，嗯，那就会保护你。真的，特别是今年我又是本命年嘛，就是雷震子就替我保护你了。在背面要写什么？你想写什么？你想给我写什么？拉扯是吧？反正你不能拒绝我。你先写。可以写，你也写。你写。咋了？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啊，送你了。开盲盒。这是我工位贴的那个便利贴。但是这么想的呢？我在进小屋的第一天就非常喜欢你，嗯，然后全力以赴，大姐姐这样
嗯，然后定有所成，成也是空有成的成。那除了小屋呢？除了小屋，你也在共同奔赴我们俩一起的未来。不愧是杨姐，说的我都感动了。你的心愿我也收到了，是吧？是不是很直接？少生气，多爱我。Whatever you want, whatever you want, 知道你有多容易生气了吧？我在控诉你。You pick the time. 一切温柔都是装的，是吧？是吧？其实我觉得还好，就是真正的爱，我觉得是有100次争吵，10000次争吵，然后有10000次和好。咱俩即使吵架，或者说咱俩闹矛盾，也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。我们还在磨合。是吗？我还以为。因为磨合好了。原来还是在磨合呀。这么快，10000次还没到。还真的想，真想，真想吵10000次。看你啊。挺想的。那你会带着吗？嗯，真的吗？嗯，我会检查的哟。怎么样？离开小屋这段时间，你怎么样？就是我是觉得，小屋只是我们生活的，或者说我们人生的，我们两个的故事的0.5%。就是离开小屋之后才是我们真正的生活，就是剩下的99.5%都是靠我们自己，就是小屋这是一个让我们认识的一个地方。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小屋就是那个一，我们可以在这个一的基础上不断的去往里添零。真的要吵那么多次架吗？好啦，这个戒指就抛光完啦。哇，你们看一下，现在就是很亮的状态。帮你戴上。好吧，给你盖章了。好了，真不错，真好看。好，谢谢老板。走了，今天这是充满惊喜的一天。谁要说话？反正你不能拒绝我。